2016年，我哋得知到香港政府推出咗一个新嘅政策，叫做中转移。申请 FTA 嘅手续简单、方便、快捷，我哋可以帮我哋嘅客户悭咗唔少嘅关税。喺呢度咧，可以提升咗香港嘅工业唔少嘅竞争力，仲可以加强香港作为区内物流枢纽嘅地位，令到我哋业界 operation 安排更加方便同埋简单快捷，并且可以促进到香港商贸喺一带一路策略之下嘅发展。